么轻松啊？好好，最后那个，佳琪都熟了吧？加油！告诉自己，气势上不能输，大家都是一起学习的。徐佳琪，唱歌不是你的软肋了，这次一定可以的，知不知道？哼！别紧张，放松一点，一定要最放松的状态。嗯，好。加油！颜色是幻觉，用纸片你的声音都呈现，温热蔓延，多少个午夜肆无忌惮，醉梦含混，无意追逐，无法止步。他练习的程度，他就是不停的在你旁边，就是重复你听听，真的很夸张。他就是睡觉也在练，洗澡也在练，吃东西也在练的那种。佳琪是开头唱的真的蛮好的，有点吓到了，很有感觉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来下一个。啊，关注感觉，关了灯光，关了音乐，忘记感受体温，烧伤，妆花了，你望着 ，I know you really wanna, I know you really wanna, oh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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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大了这个人。掉落人间，你想求你的自愈和流血线靠在枕边。哎，电脑卡机了是吧？卡机了。等一下啊，我把电脑唱卡机了。哇，小宇宙唱卡机，唱卡机，这首歌会好的，太棒了，这首歌会红。不敢相信吗？不容易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咱们剩下就是舞蹈的部分。好，你们休息一下，我剪一下。好的。练习时间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辛苦啦！辛苦啦！辛苦了。